那我们今天做勾财天女。勾财天女是身体是红色的，16岁的少女的身，着丝绸天衣，跟这个璎珞珍宝，神采奕奕，放出光明。他的右手持金刚钩，左手抱一只兔宝鼠。一般你只要看藏密的，有兔宝鼠的，大部分都是财神。有兔宝鼠的都是财神。那藏密，我觉得有一点奇怪，为什么以老鼠做兔宝鼠，传承财神，他都有兔宝鼠，都有老鼠，都有一只老鼠，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？有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？就是说，为什么西藏密宗所有的财神通通要抱一只兔宝鼠？你不管哪个财神，绝对是有兔宝鼠。好，猜一下，猜一下。因为老鼠跟人间最接近的，很多人都是很，就说在那个时候古代，应该是很多人家都是有老鼠在那边转来转去的。如果老鼠可以吐出宝物的话，他们就把他打了，就有钱了。这个回答是，很好笑。只要是财神都有兔宝鼠，我想他是这样子，老鼠都会偷偷摸摸的去乱咬东西，啊，只要这个老鼠那个去别人家咬了别人家的钱来就可以。这个答案也是很好笑。这个西藏密宗的所有的财神都有兔宝鼠的。那勾财天女的这个咒语玛哈哈子雅，这哈吉亚就是他的名字了，玛哈哈吉亚，嗡，玛哈哈吉亚。这个因古塞，因古塞，谢谢谢，轰轰轰，都是那个钱的声音，money 的声音呢、啊。就是这很多很多钱数不完的。他这个金刚钩啊，金刚钩印啊，金刚钩印，它不只是可以勾这个勾财而已，它还可以勾这个勾情爱，爱情啊，情爱，勾情爱就是敬爱，然后勾资粮，另外还可以勾智慧，勾智慧啊，可以勾一些好的东西，七珍八宝，另外还可以勾所有一切的
啊，你要勾哪一尊菩萨来，哪一尊菩萨就会来。嗯，可以勾本尊啊，它的用处很多的，不只是勾财而已，所以这个金刚勾很好用，也可以勾来，也可以把不好的勾掉，它是这样子用的。嗯，